身高161，然后下面呢、啊、算是非常凉夏的雪纺，这一整排扣子全部都是假扣哦，他说是一个造型用哦，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侧面会有什么爆扣走光的效果，然后弹性非常好，从上穿到下都是凉感的，这个就是送大家的，然后你看它都没有动，然后呢这边是帮你们做木扣的设计，超赞。再来我给大家看哦，这个腰围我们做的很舒服，因为我们直接给 SML XL 的粉丝通通都可以穿，大外套有个那个撞色的感觉，有没有看到微撞色的感觉，我觉得效果是非常好看的，它的绿色也不会可怕，因为它的绿色是属于那种草绿色，不是军绿色，然后你看这个裤头多漂亮多精美，是做这种它是压颗粒的木头，所以如果你是夏天去玩水的那种比较不会坏掉，然后上衣的话呢它一样哦，就是给你一个大大的英文 logo， 然后跟这个裙裙一起的颜色，然后刚刚有跟大家讲它有做口袋哦，它口袋很神秘，因为看不太出来有口袋。